散播音乐种子。我想的只是说，就是要能够为偏远的偏乡的学校提供钢琴啊，因为可能一定在那里也会有想学音乐的孩子，但是可能身边周遭没有乐器或者没有那个资源这样子的，可以尽我们的力量去，也许募集一台钢琴给他们，这样能够让他们可以学音乐这样子。也许像这次这个散播音乐种子这个计划来讲，就是我希望可以在每个学校办那个小型的音乐会的这种方式呢，也许可以去验收说，可能这个学校有钢琴了，那学生有开始学音乐之后，他们的一个成绩啦，可能学了一段时间的一个成果这样子。之前可能小时候都是听爸爸妈妈讲故事啊，那倒是还没听过你小朋友讲故事给我听这样子。对，也许他一边讲故事就可能一边同步的，也许算有点算是配乐的这种概念啊。对，可以去帮他配弹钢琴做配乐这样子之类的。